马上干不要开始？干呀，有什么不干了？马上就开门。昨天咱进轮回的还是转着？进轮回的，我今天生病了。中完了就赶紧吃这个，吃这咋个回？嗯。没时间，星期三了，走吧。走吧。要不要要饭？今天的太匆忙了，走来匆忙，今天都买些水果。中。再给他买菠萝吧。中。这要一个吧。老板，这个是不分大小，都是七块是吧？还是七块。要不要咱就再让朱月马上办一下走？没事了，你不是大行不行了？这不马上开吧。吃了饭了没有？俺都吃了饭了，你都吃了没有？俺都吃了，吃了，俺都留这么烂，俺都要回来。你都甭怪你说，后来些你都走个转了吧，后怪。俺回来吧，这不是不行，不是还哪有了？回来吧，俺都不会开车马盖去啊。后怪了，后来些不叫怪啊。哦，中，甭挂了，你请俺都留这些门了。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，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。好的，都不如你。我也说准开了爽了，长痛不足了，弄了八天准收费了吧。都11:08了，还没到脚了，我开了有差不多有四个钟头的车了。嗯，开始歇会儿了。嗯，歇会儿。还得约8钟头，我要睡觉。终于到脚了，快两家了。嗯，还是脚好。来的水都好啊，我肯定还是脚好。虽然开车累一点，还是回到脚去能最舒服了。嗯。我再去上去睡吧，上去睡你自己叫姐姐放。我今天我都叫你辛苦了。不过他觉得有劲告上我嘛了。嗯，快点睡吧，快点睡吧。你那还早着呢，还不睡呢。你到底睡什么？你听见妈妈话了？咱俩不要管。听着，当时睡吧。嗯。好不好了？不好了。好厉害。